为这台金牌挡住游览车的时候，神秘的白色无敌出现了，它与娇滴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另外一方面，水洼大帝开始对武林各门派展开挺大的行动，路人兵所带领的什么都不会面临空前的危机，他会再度被杀吗？请看今天的笑爆江湖。什么慢都不会，而带队的就是副队长蓝毛。感谢哈，未把布啊，你吃胖条啊！弟兄们，这一阵事关黑暗帝国将来要这个啊。统霸江湖的这个关键，所以弟兄们现在准备听我的命令，冲啊！第二波冲啊！冲啊！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黑暗大军的气势，不过冲来冲去好像都是那几个临时演员，因为这代临时演员太贵了，所以能省则省了啊。大家我们就要再冲一次，冲啊！我是个路人兵，左到西右左到东，兵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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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震动，这一次啊，我终于想通了。人嘛，就是努力的往上爬嘛。你看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演教主哎，什么都不会的会长路人兵。而且啊，我一人分饰多角哎，我要演那个会长，还要演部下哎啊什么？啊，部下要上场了是不是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啊换一下位置哈。啊，你看，部下写的多清楚啊，两个字啊，然后再这样转过来，这就是教主了。你看这样子，部下、会长、部下、会长，好拼啊！这是想烂方法、啊，什么？剧啊，我是说嘛，你有监督啊。好了，不下饼啊，什么事啊？会长饼啊，大事不好了，那个魔宫大军呢，杀过来了。好了，我要转身了。不会吧，你唬我的吧？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，我们跟他拼了。但是只有我一个，怎么跟他拼啊？好饼啊，大家不要怕，听我命令，冲啊！观众朋友，你们看不懂我在演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解释给你们听，因为临时演员只有我一个，要演什么都不会理的五百名会员，所以我要冲五百次，好累哦！好比的方法，冲啊！